荤 A 三块荤 B。这能洗出个什么东西来？哦，这样的，有吗？有有有，你看加圈那个三角，在盘子上，在盘子上，在盘子上，素菜有了吗？有有有有，看背面，看背底下就有这个，这有个密码锁。看吧，我们这个是什么？它刚好有那个有那个。哦，这是四位数的密码，等于是叠起来是这个。都是三角方块加那什么，这个也是啊，都是三个的。它一定有的是不一样的，可是看着是一模一样的，肯定是有不一样的。我觉得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正方形，蜜姐蜜姐你看这个是主食的位置啊，对吧？这是主食的位置，这是饭嘛？那它对应的就是这个18块钱，对应18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它应该是那个正好那个对应上边那个。对对对，你们老吃盒饭的朋友们，这个是这个，对，素菜是加号，不不不，这是素菜、对对，素菜是加，就一个素菜。那这是 A 对吧？这是 B， 无所谓了 ，A B 都一样。对，加进去那是对的。就是只要把这个弄出来，咱们就算出来一共有多少个那什么就行了。还有没有不一样的？还有没有不一样的？肯定有不一样。圆圈。为什么是这样啊？为什么是这样啊？是这个，没问题，你先让他弄。这是圆圈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嘛，这是主食的位置，对不对？这也是装的米饭，就是它是一个正方形。那主食就是个正方形。然后这个是装蔬菜的地方，那就是素菜呗，就是加号。第一个数字是三角加叉子。它有正三角、倒三角。是三角的价钱加叉子的价钱吗？对，一个是倒三角加叉子，就这四个，行，甭算了，哥，行了，好、啊，甭算了，差不多了，一共四位密码嘛，就加一下嘛。第一个就，这还有这样的呢，这还有这样的呢，这是四个答案。哎，它那三角怎么在边上啊？所以他们每个人餐盘不一样。应该是对，不一样，这个不对吧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哥，就是他写在哪个牌上，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干扰项，就是他写在哪一块不能按照他那个去想。你这三角在这儿，这三角还在这儿呢，他这肯定就是说看这牌上有啥，咱就想啥。位置不重要，有什么符号重要？对。咱们回忆一下自己吃的东西吧。咱俩是保安的，我跟蜜是员工的，他是老板的，是对应的老板的。哇，我这大鸡腿你们都没有。哎，你那。先看老板这个就全知道哪个是哪个了。来吧，活儿必须干完，咱就这都是一样的。下面还有盘子吗？哎，抱歉啊，这还有。这是四个的，这是三个的，这是三个的，四个的在这，三个的在这。哎，我这个多哎。五个的对吧？哎，我这个满的。老板的。哇，我是天选之子，我是天选之子，太好了。我觉得甭刷了，看老板的就行了吧。对啊，你们刷到老板，刷到老板就可以了。我刷出来的，我真棒。天选之子，我是天选之子。咱先按老板的把这个都分好。对，就说的就是这事儿。对对对，唯一现在能确定的，肯定正方形是米饭嘛，这肯定是能确定的。对，正方形肯定是。正方形肯定是米饭。然后每个人应该都有汤料，每个人都有汤料，应该都是这三角。这是汤，对，这个是汤。加号是藕，对藕，对，这是咱俩的盘子，咱俩没藕，对，对吧？那加号就是藕。加号是藕，对吧？那是对的。X 代表一个东西，咱仨有，但他们俩没有，他们俩没有，那就是蛋，我们没有蛋。你们什么都没有，你们有西红柿，你们没有蛋，没有西红柿。
我觉得这应该是西红柿。那水果就是 X 啊，我们先暂定这是西红柿。行，圈是鸡蛋，荤 A 应该荤 A， 暂定。对，那这个就是鸡腿啊，这正三角只有我有。鸡腿20块钱啊？鸡腿20，荤 A 是一个蛋3块，鸡腿这么贵？你怎么不想想素菜为啥卖48呢？好了，那就齐了嘛，可以了，可以算算数了。第一个这个倒三角和叉，倒三角是25，25跟叉39，这个什么？正三角跟叉34，正三角跟1468，68对。倒三角跟正方形，25+1843，39346843，39346843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呀！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没有没有。这个没开呢，这个没开呢。你要按这个吧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来，39346843。他这门应该一开始就是开的。鸡腿只有一个，为什么这么贵啊？